闪着未来，小窗的作用在下摆，根本就是人不知悔改。这是他要飞哪儿呢？他飘到黄点，他为什么飞 C 楼来了？咱也整不懂他到底要飞哪儿呀，要跟我弟成何了呀。你这个伞跳的跳的真拉，我操，你这狗叫什么啊？你跳啊，你这狗叫什么啊？你这叫什么啊？别叫啊，我操，怎么这么卡，我顶住啊，我操，200多延迟，哇，100多，我的你要死的呀，太菜了吧。药没有了，这位置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，有人开车，这工厂好几个人，一天破游戏突然玩一下感觉有点头晕了。前面工厂有三个起步，他怎么知道有三个起步呢？那开了吗？这兄弟一号要嘎了。